我哋今日导演真系离晒谱啊，够钟放饭都唔放，你知唔知我肚几肚饿啊？好彩你醒目就叫 E.I. 定外卖，而家嚟到即刻得攞啦。边个 call 你啊？要人渣啦，唔使理佢啊。唔系喎，呢啲人肯定死缠烂打，食鬼咗佢都可以搵我唔到。喂，Q E，Q E啊，Q E 去攞外卖先啊。哦，咁啱嘅。今日休息啊。 特登同阿哥落嚟蹭睇腳㗎，食飯未啊？去睇啊！唔啦，我已經放飯，唔可以外賣走咯。飲杯嘢咯！有冇醒到嘢啊？ 我震到明仔俾人啲鬼咬咗落个头度啊！我见到佢瞓咗喺地，成头都系血，我唔知有冇死到啊！哥，你震到啲咩啊？我净系见到凉亭呀！凉亭前面有个公园，有个凉亭噶。我搞掂啦 ，QE。 老总，我安排咗人落嚟补货噶啦，好快到，冇问题。OK， 你要我睇嘅货就系呢包朱古力。系啊，记唔记得要做啲乜嘢啊？阵间上到二楼，将个朱古力摆落个箱度，然后就走。啱啦，嗱，记住唔好食啊，食死人噶，知唔知啊？搞掂有先收。 贝先生，系咩事啊？个袋装住啲咩啊？私人嘢啫嘛，打开嚟睇下。个公寓咁大，点搵啊？系咯，我哋三个人搵，搵得嚟都蚊瞓啦。我醒完啦，明仔俾人袭击嗰阵啊，个背景好似有嚿黑色嘅石边啊。我知喺边啊，嗰度。 喂喂，仲唔走？你哋咪闪到嘢啊？喂，你想点啊？个飞喺嗰度啊！明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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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
明仔，明仔，落咁多血嘅，发生咩事啊？救唔救得翻佢啊？希望冇大碍啦。明仔，醒翻，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，明仔，冇事啊，唔使惊啦。你答我，你有冇食过啲朱古力啊？咩朱古力啊？我见到人俾朱古力佢啊，啲朱古力入边有毒品噶。 有冇食啊？啲朱古力喺边啊？吓！啲朱古力得明仔吓！我晕低嗰阵见到啲朱古力俾大雄同埋石仔攞咗。咁佢哋喺边啊？好似喺嗰度。过翻佢。冇喎。冇食啊！ 朱古力有毒唔食得噶，我想你停一段时间咋？你其他同学去咗边啊？喺边啊？拎咗朱古力去咗后边啊！快快走！吓！点啊？点啊？点啊？冇事啊嘛？点啊？佢妈好差呼噶。
使驚，我啲朋友一定救到你同學噶。你唔好周圍走，喺度等我啊，知唔知？個小朋友走咗。究竟是哪一个地方你跌住过你小朋友食的？你叫小朋友找到这样执的事得走得走，拉到一个坐月世界。明仔，我问清楚明仔究竟发生什么事。在那里。在哪里啊？我刚才明明叫他站在等我的。看住他的嘛。明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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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仔。明仔，明仔，唔该晒乔小姐。如果有需要咧，我哋迟啲会联络你噶啦。阿明，你最衰都系我。如果唔系我因为众筹嘅事激嬲你哋。我就可以救到個僆仔。如果我有聽你電話，個結果就會唔一樣。靚，本來我口憎你，就得你無藥可救。但警察見到你咁緊張，明仔真係仲有良知啊！你陣陣裂㗎，大家正抖㗎，唔好怪自己啦嚇。其實明仔咧身世都幾可憐，今次仲要受到咁大打擊，希望你警察快啲揾到佢。嚟緊，老豆咧有個好，我哋係警察。是不是陳志明爸爸？我是。阿Sir咩事啊？他在哪裡啊？他未回來喎。兩位阿Sir，我真的未有咩事啊？我哋懷疑他同一單毒品案有關。個細路死咗？唔會嘅，阿Sir，我個仔好乖噶，佢唔會幫人運毒噶。我真的唔知佢咗邊啊！你哋幫下手啊！幫下手，盡快揾翻我個仔啊！唔該。喂，是不是陈伟权先生啊？我是，是不是七官大人？是不是明仔消息啊？医院打来的，安排了你入院做换肝手术的，为什么还没见你来登记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得闲。你个仆街，找条僆仔做事还搞到瓜咁贱，想我死啊？除了你之外，仲有冇人知道你叫个僆仔做嘢？净系得我同个僆仔喺个后巷嗰度，冇人知，冇人见到嘅。尽快刮条僆仔出嚟，俾差佬揾到就麻烦。知啦，爹哋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